庸子队，庸子队感觉速刷也是挺快的，来试试。唐三藏可以干嘛？现在不太适合当队长。好，来，庸子自带转型。好，来，啊，应该要先开庸子。两个铁扇没用，只能一张而已，两张没用。先看一下伤害哦。哎，其实好像直接一 CEC 就够了哎。现在最近怎么那么多速刷队长？蓝娜、庸子啊、光初音啊、光静音啊，兄弟合体。干，我觉得带兄弟合体真的很智障，真的很智障。而且兄弟合体会有机械行动值啊！啊，这队也有，这队好像也有。亚特兰提斯是垃圾吗？目前啊，比较没那么有用，但是未来哦，很难讲。说不定他会变强啊。来，火屋打开，好，火屋打开，继续。众星归，水哦，水哦，恭喜哦，恭喜发财哦，恭喜发财哦。水火木，水火木强化腐蚀。台北跟新北，你比较喜欢哪里？最好当然是台北啊，但台北太贵了，所以我们还是折中一点哦。现在特哥没什么用，晚点会灌吗？灌爆，好不好？我让你们看一下我这个修炼过后的三顶兽，你们真的会吓死的。水火木墙，水火木墙好像都有，好像也蛮快的哎，对，挺快的。什么时候加倍？下礼拜五哦，应该说这礼拜五啊，因为今天已经是下礼拜了。OK， 昨天跟你排场，你已经不忍直视。有时候状况差嘛，不是每一场都这样。你跟我讲有哪个三井每一场都准到靠北的，也是会有失常的时候嘛，对不对？这队没办法一百吧？你是不是太小看我了？你是不是太小看我了？哎，可以继续开。应该说你是不是太小看庸子，不是太小看我。庸子打这关感觉蛮简单的，一直一 C 一 C 就好了。这一定可以一百啊！这为什么不能一百？就算遇到新猪盾也不怕啊！你看，这已经17了，哎，17关了，哎。18了，哎。三关，再三关就100了。我可能不能100，一定可以100的。好啦，王冠，王冠哦，最后火拼图盾，这一定可以100啊！啊，随便转了。反正伤害，
停啊停啊，兄弟！忘记不能消木啊 ！OK 的 ，OK 的，做个效果啦、啊！哦，做个效果，你们那么紧张。我知道啊，我就是想压秒过不行啊，我就想压秒过啊。OK 啊，哦，这个意外那么多还是100%，所以庸子我觉得也是可以难耐有的拼哦。毕竟这个开关庸子就可以解什么叉叉强化盾很好解。